长官，贵宾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，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2023年6月7日世界食品安全日启动记者会。在我们今年呢，为了要希望我们全民不分老幼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也特别规划了这个食安小尖兵 AR 的互动游戏。